等下迄个记者会，朱晴天已经甲各大媒体拢找去。总共400亿的资金，咱已经包去做工程投资啊。这件代志若是瘪空啊，我唔能连任委都无通做啊，甚至派一个摊位做呢。这主事者无出现，记者会无得进行，啊做，自然就破局啊。那拍袂开啊！伊哩，伊哩有卡车要过来的。那伊哩无接电话，连晴天嘛找无人，到底是安怎？三立台湾台天道安美露美白修护霜。你的车顶哪有坐？查甫人就是安尼啦，伊在你的背后做这种袂健康的代志。应该是唔知影倒一个助理落地仔啦。阿姨，那叫我去公店改回下吧。将军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老地方见。你到今麦安尼替伊讲话？子谦哥发生什么代志？恁家嘛在宾馆啦，我今日叫你来，就是要抓到的。你不是在跟我跳阿卡，讲到名声定义啊？你这种代志你做会出？三立台湾台天道安美露美白修护霜。我所知影是，等下迄个记者会，朱晴天已经甲各大媒体拢找去啊，当场公布所有事项目。即摆大家赶紧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若无到时，那真正有违这个新任的董事长，把咱何必来抵罪啊？哎，过来！我查甫就危险，敢不是？你的车顶哪有坐？应该是唔知影倒一个助理落地仔啦，我。你现在什么事情你都不会跟妈妈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觉得我自己很没路用，我自己的糟糕我都没法保护。喂，冬俊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请马上到新湖饭店回家。老虎米，子谦哥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家也在宾馆啦。是说这个错误，现在米报也还够用。你的意思是你要把吴依林解决掉？把这组事情的主事者给处理掉，也是一个办法。去就去啊！我都不相信是阮子谦。你不是在跟我跳阿卡？跟我名声定义啊！搞吴依林这个倒落去，吼，太亏。那边有卡车要过来的。那依林无接电话，连晴天嘛找无人，到底是安怎？抓到我吼！你给我滚！不，哎，无妈，你要创啥？你这种代志你做会出来？要让大家戆戆啊等哦，安尼是足无礼貌的哦。你不管怎樣，我都沒後悔跟你做伙。人生數十冬，志氣伴美夢，命運攏無共，何必人比人？好過咱珍惜每一天，心肝毋通貪，歹過咱也免來怨嘆。天公会斗三工，虽然不是开好车，胜过双脚行；虽然不是大厝埕，风雨也不惊。各行各业，好业善吃，厝内平安就是上好命。行过一天，赚一天，心情放轻松。管伊食好也食歹，知足心自在，一生快乐笑嗨嗨。虽然不是开好车，胜过双脚行；虽然不是大厝埕，风雨也不惊。各行各业。算吃厝内平安就是上好命，行过一天赚一天，心情放轻松，管伊吃好也吃歹，知足心自在。